一讲到星座就好像啊参加过观落音一样，有一个不太熟的朋友哦，一聊到星座啊他就滔滔不绝啊，什么星座脚很臭，什么星座大男人，请别把他当作是评断人唯一的根据。Yo, 大家好，我是七七老大。我相信啊大家啊一定都想要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人，像拓野哥一样，不是跟米奇老鼠一样走到哪都大受欢迎啊。但是啊有些特质是与生俱来的，许多啊提升魅力的方式都需要长时间投入精神去培养，所以啊要一夕之间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啊都不是一件太简单的事。但只要你做到以下的几件事情，至少你不会变成讨厌鬼啊。来，第一个啊，拿别人的秘密去交换交情。很多人啊热衷于交换自己的秘密或别人的秘密，感觉啊好像这样才能是同一国的。如果啊你习惯这样，那别人不也会认为啊有一天你会在背后消费人家吗？那些啊在网络上面啊副本开来开去的，通常半年前啊也是好的要命的闺蜜啊。来，请记得要维持友情啊，它不需要建立在别人的八卦上。 Keep the secret， 守住别人的秘密，其实啊就是守住自己的人格，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有一种人啊他不管扯到什么全都要讲到星座。当然啊研究一些星座一些玄学啊拿来当兴趣哦，这本身哦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他还可以增加朋友之间的话题。但是啊有一些人一讲到星座就好像啊参加过观落音一样，祖宗八代啊全都要照着他说的活。你知道吗，上一次老大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啊，有一个不太熟的朋友哦，一聊到星座啊他就滔滔不绝啊，感觉背后插了一根哦铁口直断的旗子，我仿佛以为他是姜子牙转世。什么星座脚很臭，什么星座大男人，什么星座最渣。当然星座可以做参考，但是啊请别把它当作是评断人唯一的根据。来，第三个，政治狂热分子。热情网络不是社群网络，它不是一个散播欢乐散播爱的地方吗？像我们的台啊多欢乐啊，虽然啊你要留什么言是你的自由，但是啊不要跟你立场不同的你就把别人祖宗十八代全部挖出来公审啊。不是啊跟你不一样的就叫错的啊，不是非得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老佛爷是放在心里尊敬的啊，无论谁当选日子还是要过啊。英文不会让你变漂亮，国语也不会让你头发变多，唯有自己踏实的去做，改变自己的内涵，改变自己的外在，你的生活才会更好。第四个啊，开车脾气太差。你不要以为啊男生才会啊，很多女生都一样，手握上方向盘啊，你不要以为你是郑伊健啊。哎呀，飘于天空，一路都在咆哮。虽然啊开车时我们遇到的危险啊会让我们感觉冒犯性很强，但啊你也不能一下诅咒人家全家死光，一下说人家孩子没屁眼吧，这样啊旁边的人会感觉到你EQ 很差。你要知道啊一个开车没品的人啊管你开再好的车都会大扣分。来，第五个啊，惯性迟到。是不是有一种人啊你跟他约在七点，他一定不会在七点半之前到。每次啊你一打电话给他问他在哪，声音明明听起来还像在睡觉，还跑到电风扇前面，喂，前面右转我就到了，干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准时啊是对于别人一种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啊很多人的地雷，所以啊千万别把忙碌当作是你迟到的理由。第六啊，优柔寡断。你要知道啊优柔寡断跟深思熟虑啊它是 different。 你身边啊一定有一种朋友啊，哎，考虑了三天啊决定到底是要一杯珍珠奶茶还是要一杯奶茶珍珠，到底是要当鸟中的精英还是人中的鹰，出门到底是要带雨具还是阳具，来立刻把它标注出来。这一种人啊要么对自己没有自信，要么是太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这也是啊普遍很多人的通病。这是啊女生看男生啊最最最最最反感超级 NG 的行为。老大啊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凡事要下定决心之前啊先想三次，然后啊就捏着懒觉哦给他用力的做下去啊。女生没有怎么办，一样跟隔壁的同学借，来想办法让自己变成一个果断的人。你会发现啊生命的舵掌握在自己手上。 Oh, you know,
第七个，正义魔人，有道德感绝对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啊，别人生的小孩啊，他妈妈没喂母乳干你屁事啊，别人出门没带环保袋也给人家在电梯里面贴出来。我们啊都是凡夫俗子，凡事啊多保留一些弹性，你就少一分鸡掰。请相信我，请维持自己心中的敦厚，绝对会让你更有人缘。来，第八个啊，有一种人抱怨无极限，你不要啊自己便秘哦，就怪地球没引力。这一种人啊，仿佛自己是悲剧电影中的主角一样，感觉啊印堂发黑啊，身边总是一坨一坨的负能量，好像全世界都亏欠他一样。转换一种方式啊，让自己乐观的活着。出门啊踩到一坨屎，你可以这样想，幸好只是踩到没吃到啊。用这种方式去生活去思维，你突然感觉到生命它宽敞很多。要受人欢迎之前啊，你必须知道先不要让别人讨厌，管你多会弹琴喷喇叭，管你是再美再帅，这些事情啊做多了都会让人观感奇差，也会让啊周遭的人逐渐离你远去。很多事情转个念头，很多行为稍微去调整一下，它就会对你的人际关系非常的有帮助。永远保持自己的乐观开朗谦虚敦厚，才会让周围的人更加的轻松。